能夫向天借胆，竟对老婆传这种讯息。老婆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隐瞒你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好奇怪。完了！你是活腻了，这一天你就死定了。你这没跟坐牢有什么两样？老公冷处理，老婆抓狂，录音中断。手机拿着，你现在回家不会出事的。对不起，叔在家里等你。我正在打电话。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三立动态台综艺大热门。